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再次相聚在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的线上平台。非常感谢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各位的领导和朋友给我们的这种后面的支持和帮助。今天呢，我们再次请到孙海顺老师为我们来做坛经的这个文化相关的这种讲座。孙老师呢，是我们民国时期两位大家啊。其实都不止民国了啊，徐云老和这个谭旭老的这个再传的这个弟子，传承了这两支的法脉，本人呢也有非常精深的这种修行，无论在我们这个太极拳课程，还是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佛家的这种课程上，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深入精深的这种讲解，而且呢，孙老师非常就是说有特点的一个。是他在讲解我们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特别强调的，我们要自信、自立、自强，而不是迷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讲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进行阐释，而不单纯的是来这个所谓的讲经说法。这点呢，也是我们孙老师这个课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好，我们下面有请孙老师继续给我们做今天的这个坛经文化课程的一个讲解，谢谢，有请。好。那个，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啊，谢谢我们欧洲太极文化中心的主席以及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又坐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研究和学习六祖坛经。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讲的是文化，那文化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也不是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给我们演绎他的历程，他从生到死的一辈子，如何去自我成就，乃至成就别人。所以，文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我们不能把文化理解成故纸堆，也不能把文化理解成。我们认为的那个所谓的知识点啊，我记下来了，我背下来了，我了解了，我就有文化。那只能算知识分子，不能算文化人。文化人是什么呢？他是人，一个活生生、鲜活活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文化，能不能用这个文来画出自己的习气，这就是文化。武呢，是修啊，所以文化武修这两个。不能够分割的。说到文化，必然要有武修。画出我们习气，我们怎么画？必然要靠武的方式来画。我们所有的习气，其实都落实在哪儿呢？最终都落实在行动上。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武，思考就是文。我们首先从思想上进行一个什么呢？理顺，这是叫文化。思想上理顺了，你得落实到行动上，这就是武修。所以文武从来合一。啊，我们讲的是文化，但是后面还有实修，对吧？所以我们也是落实知行合一啊，这是中国的特色。文武不能分家，一分家实际上就容易偏颇了。那么我们六祖坛经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代表，为什么呢？这么一个活脱脱的人呢，从一个樵夫变成了一代宗师。传播了南禅顿教，影响了中国七八百年，哦，将近一千年，影响了中国将近一千多年，从唐朝算到现在，一千多年。这样一个活脱脱的人，他的历程、他的得法的机缘，乃至他传法的过程和传法的主要内容，我们对他进行了解，乃至学习，乃至继承，这就是文化的传承。真正文化的传承，不是我们把六祖捧得有多高。而是我们要了解六祖，继承六祖的法，最终成为像六祖这样的人，这就是对六祖的南禅顿教文化，算是有一个传承。好，那么我们呢，继续啊，来看我们的原文，接着上一讲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上一讲呢，讲到福啊，不能够解决生死的问题。
因为我们学佛多数都是为了修福，要把福报修得大大的，对吧？还有些人呢，说下辈子反正死了做鬼啊，啊，我们学佛要提前在鬼道给自己开个账户，叫天地银行账户，提前开，然后没事给自己烧纸钱，说我去了就直接就是好像我们要移民海外是一个思路，是吧？先在海外开个账户，先把钱挪出去，哎，出去就能花了。啊，竟然有这样子的，让我真的是大跌眼镜。我学佛学成这样，很赞叹的，这样的人生，你糊涂至极了。本来为了上升，起码你还做人吧，下辈子如果说按照佛法的说法，对吧？或者再往上走一步，你别破罐子破摔呀。可是呢，我们如何往上升，对吧？福能解决到什么地步？这个福报，我们之前讲过，实际上就是什么呀？众生对我感谢所产生的共业对我的影响，众生念着我、想着我、感谢着我、感恩着我，他的心念对我自身产生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好境界的促进的缘分，这种增上缘，这就叫福报，就这么简单，这就叫广结善缘，就是众福。那么福报能让我们到达什么样的水平呢？我跟诸位说，也就是欲界天，最高的四天王天嘛，基本上到四天王天脱离天，基本上到脱离天就没戏了，想再往上很难了，靠福报很难了，要靠定功，要靠功夫啊！所以呢，说福天和就是这个意思。脱离天什么概念？还是欲界天。天人后来有五衰之相，最后还是在轮回之中，也有可能再到地狱，也可能再到恶鬼，有可能再到人间，有可能反正都有可能，不究竟啊，是吧？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不是正式的公务员编制，是吧？属于私企的合同工，是吧？就相当于这个性质，哎，所以呢，那么我们怎么办呢？你看我们六祖底下说，不是五祖啊，底下说，他是为了给六祖开道。所以故意呢，让众人，你看他说啊，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就是你们啊，回去都去反观内照自己的本心啊，取自本心般若之性，从自己的本自具足的般若之性，干嘛呢？出发，作意即来成五看。哎，说你们天天跟我学。就知道修福，不知道修功德，不知道修本体智慧，不知道修自心。那么你们现在试着回想回想，当年我怎么说的，对吧？怎么教你们学习智慧？你看，自看智慧，然后从自己的本心般若出发，你们给我写一首偈子。偈子是佛家一种特别特殊的形式，它类似诗，但又不是诗。它的这个字数啊比较工整。比如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不讲格律啊，还没有对仗，没有平仄，没有押韵啊，它跟古风诗还是有区别的啊。但是呢，它都是一般都是四言就是四言，六言就是六言，五言就是五言，七言就是七言，它顺着都是啊，它都是这么讲，类似诗一样的东西啊。五看就是啊。各做一计来成五看，要去写作业嘛，写心得汇报。说你们学的怎么样啊？学了这么多年，能不能从自心中将汝之智慧流出，做一计来给我看？就这个意思。说白了，能写计子的就已经识得本性，见得本性，能从本心自信般若去做计子了，对不对？翻过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个偈子写上去，我递上去就代表我已经间接的承认了五祖说的无以正得本心，以了然自性，可从般若写的一偈。至于对不对，你来批改。但是你自己是不是自信已经建立了？实际上，对吧？你这句话你要看懂。到最后为什么没人敢写？没人敢写啊！到最后为什么？就是因为说，我的妈呀，这不是我自己承认我成佛了吗？我这在开玩笑的，不可思议，不敢当。所以我们往下看啊，
若悟大义，如果你能悟到大义，这个大义啊，不是大义是荆州的大义，这个大义是本体所发之意，这个大者表本体，这个义者表什么？妙观察智。不要说若悟大义，我一天到晚的李岩最大义，对不对？啥事儿尽忘，三件事在一块，两件事想起来了，对吧？那叫大义，装叫什么？那个我们的关老爷大义失荆州是吧？迷迷糊糊的，那不是啊，那不是啊。这个大义，这个大是本体之大，义是由本体所显现的般若智慧。如果你们悟到了本体之妙用，不如一法，那么我就把从释迦牟尼佛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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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来的什么呢？一和法传再传下去。这个一啊，就是叫我们所谓的木棉袈裟。当年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就穿这个袈裟，啊，然后托的钵，托个空钵啊，然后呢传给了摩诃迦叶，摩诃迦叶一代传给了阿难、阿难，哎，叫阿难。阿难呢又传给了谁呢？一代一代一代传到了我们达摩祖师的手里。达摩祖师东渡到我们中华，那个时候不叫中华，是吧？东渡叫正旦，啊，我们那时候中国叫正旦。啊，这是很大气的名字，正表东方嘛，旦表太阳升起的地方，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啊，中国有叫正旦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到了这个地方来了之后，哎，把这个代表佛法正脉传承的这个法衣和这个钵，我们叫紫金钵盂啊，传给了谁呢？传给了二祖慧可，慧可传三祖。僧璨三祖传四祖道信，四祖传五祖弘忍大师，现在在谁手里呢？在弘忍大师手里。这代表什么？代表佛法之兴啊！佛法传那么多，有那么多支，龙树菩萨开了十宗了，在中国有八宗大乘佛法，两宗小乘佛法，总共中土十宗佛法，还有什么东传的？东传日本的东密，南传西藏的杂密，还有在中土慢慢保持在五台山和这个四川大山里头的所谓的唐密，还有密宗等等，这些那么多支，谁是正宗？谁是佛的嫡传呢？法一在，佛在，代表什么？这是佛的正根正脉的传承，所以禅宗啊，实际上是佛之心意。你要真正了解了之后，诸位，不开玩笑，禅宗是佛法最根本、最重要、最源头的法门，因为它传的是佛心，它传的不是佛法，是佛之心地，是佛之知见。我们天台也好，华严也好，你不管哪一宗，你传的都是佛法，都是佛讲的法。净土也好，对吧？净土这个书生那个书生，你还不是有法吗？对吧？你华严师从开启，这个包括律宗，包括那个我们说的天台宗啊，一行三观是吧？什么这个大直观、小直观、莫诃直观。啊，五重玄义，你讲的天花乱坠啊，不还是佛法吗？而禅宗直接以佛心覆乳，就看诸位担当起不。你看这个五祖就覆了，多简单。说吧，哪个能从本心之般若流出一句偈子？表达你所证得之大义，那么我就将佛之代表佛法正统传承的法义给你，为第六代祖，当什么呢？当六祖，他是五祖吗？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既不中用，见性之人言下须见。
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重得处分，退而谦相谓曰：你看，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计，江城和尚有何所依？你看什么意思啊？我们再往下看啊。火急速去，不得迟滞。就是坐下的这些弟子啊，快走，回去赶快去。诚心诚叫什么？诚心正义是吧？反观内照，撤其本源，去给我做一首偈子来。这是吴祖说的，叫火急速去，不得迟滞。啥意思？我们一看这文章，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走。哎呀，我不清楚了，难道我真走了吗？变得看来共业是走了很多，火急速去，我是去了70%了，还有60%啊。这个火急速去去的是什么？去的是什么？去的是一切相。你真就这么就这么算了？不是，去的是我赶快我从这回家去想想计子去啊。好了好了好了，我去想计子去。我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想一想，哎呦，我挖空脑汁，我写首偈子啊，把我的正量，把我想的，把我懂的，把我明白的，我都告诉老和尚。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火急速去，我大众在底下什么概念？懵了。你想一想，老和尚今天没有任何铺垫，对吧？就说来来来来来，你们哪个能证得本心，哪个能从自信流淌出无量般若？给我做首偈子，我把六祖就传给你。无敌嘛，你看我传法了，懵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自信在哪？火急速去，火急速去，火者化也，离一切相，离一切相，不得迟滞，不要迟疑呀。离相时莫迟疑，如果一迟疑，完了。这也是我想跟诸位说的，不要迟滞啊。问你就答案。迟滞什么？火急速打，莫要迟滞。明心是如此，用心还是如此，是心如道场。心一念不生，全体兑现，唰要急入，而心之启用也要急出啊。直心是道场，唰就出来了，不能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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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微曲啊。你看你为什么老乐，你就老自己逗自己玩，对不对？自己逗自己玩，自己不把自己给卖了吗？我们自己不能逗自己玩，自己不能骗自己啊。而我们现在实际上不明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自己骗自己，所以要火急速去，快点离开自己执着之所在，然后呢莫要迟滞，做你这也能扔扔，能扔的都扔，能放的都放，能看破的都看破，能不执着的都不执着，因为自信放不下。我既然这个能放下，我有什么舍不得呢？哎呦，这个东西好啊，那都治不治？这也像刚，你看，犹疑了，莫要迟滞，能扔的都扔，能放下的话，你拎它干什么？诸位不累吗？对不对？你拎着它，地水火风五运六尘，我们念念执着。什么叫执着？就是拎啊，身往上拎啊，如负三座大山啊。三座大山哪三座？色界、欲界、无色界，对吧？这三座大山把我们压得死死的，为什么不能放下？为什么不能放下？速急，火急速去，不得迟滞。啊，走吧，是让我们走吗？老和尚啥意思？思量即不中用。你看这里面的禅机，思量即不中用。你想吧，想吧，想吧，你判断吧，你琢磨吧，你分别吧。思量即不中用，不能思量。什么叫不能思量？不加什么？不加什么？哎，不是不加这个，不加分别妄想。知心是道场，心出来了就是他。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啊！我为什么心出来了，我还要判断这他妈是个好？阿弥陀佛，这是个好心还是个坏心？这是狼心还是人心呢？
妄想分裂。所以思量既不中用，我问儒人的时候啊，我问诸位的时候啊，离穴思量，顿空无欲，唯此见时，只有此见和只有此时。那此见见的是否？此见见的是否？思量既不中用，你看这个法器，这是一个法器啊，这相当于红中大吕啊。刚才诸位动心了，见不见得？思量既不中用啊，能中用吗？所以我们要练的是知行是道场，旁边画这个。诸位有知行否？有，起得了否？起不了。刚一起知行，就被另一心所牵动。所以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正心用事。怎么真心用事？不假方便，不要老想依靠一个什么手段、方法、方式，直接就用了。你看我们太极拳，又说到太极，太极能跟这个比吗？能。我们太极拳摸手啊，你要靠手去把人拨走，永远入不了门啊。直接用心，心一动，人就得飞出去，就这个水。你才真正证到了什么是知心是道场，心不用气，心不用劲儿，心不用形，心不用虚空，心不用法界，心不用地水火风，心不用什么五蕴六尘，心直截了当出去，就出去。你们细细看我给你们玩手的视频哦，为什么要录视频啊？不是显摆，只要诸位看，在发人的那一下，实际上哪动了，哪都没动。是不是哪都没动，就是心啪一下就出去了，那干脆漂亮。如果一旦有法，说实在的，诸位，那就是游戏，那就是玩儿，那就是一个规则当中大家按照这个规则玩儿，解题游戏，对不对？人家怎么着我怎么着，都在有形有相上求，最终求的是平衡。有形有相上最终求的是平衡。而其实禅宗真正的东西，我感觉跟太极是非常的契合的。太极摸手摸到最后，最后你就明白一句话，就是心动，就是心动和心静，就这两句。而动静不二，动中求静，动即是静，不破了。在佛法来说，正法身了。孙中山老先生怎么讲？静以养灵根。叫什么？灵根寂静啊，视为养生啊。动灵根就是什么？就是寂静。灵根是什么？灵根就是本心啪这么一动，这一动其实动了吗？没有动，就是心这么一照，哐当就出去，心这么一点，啪叽就得跪在这，你就得进来，对吧？有时候我们玩高兴，我给大家试，很少试这个，但是你这时候要明白，你心里面是什么东西，你那个时候什么状态？一片茫然，对吧？我老有时候跟你们玩的时候，使那兴奋的东西，是不是啥都念头，什么念都没有，一片茫然，大脑顿空。那个就是六七十断掉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们能够直认真心，直取本源，叫什么？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既不中用。在那个时候，打出来，你也是个心，因为我打的是个心，我能打动你的心吗？能打动，能打动就是扯淡了。心心只能相应，怎么打得动呢？我为什么把你打趴下？因为你心被意识所使，你的心被什么食神所欲。所以我是扫荡的是你的意识和食神，我不就是帮你吗？这一下不就是帮你把你的意和神打得干干净净？那神和意都这两个灰都给你遮掉了，什么显现？正心显现，云静水干处。咋的了？神龙出现了，黄龙出现了。你练了半天，云也进不得，水也干不得，对不对？来，你们干不得，好，我帮你干。所以退手不是吓退，不是为了在这显示我功夫多厉害，把你们打得啪啪的，我有成就感，不是，那是让你们见性的方式方法，这就是禅宗的棒喝。禅宗的棒，禅宗的喝是什么？就是让你打的什么一片光明。六七十顿
然忘却。对吧？每次挨揍是不是都这样？那不是打人呐，那是渡人呐。你们得从这里边跳出来，叫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举王地而后存啊。一搭手把你的六十七十啪一扫，大叫一声，怎么办？后面呢？我叫完了，快活舒服，神奇，我的妈，孙老师好厉害，有屁用？我不希望你们知道我厉害，我也不希望你们觉得我厉害，对吧？你们觉得我二才好，是吧？真的，我是希望你们能够把心中这些障壁打掉，你打不掉，我帮你打，帮你打掉，你还不认吗？你的本来面目，脸上的脏我帮你洗掉了，你自己的本来面目你还不认吗？你怎么又拿头又护上了呢？看惯了，这就叫习气，这就叫习气啊，明白吗？所以说这里面五祖这句话是一切一切，包括道家，包括佛家，包括儒家，包括太极的心传，这句话就传完了。火急速去，莫要迟滞，此量既不中用。那你跟着一搭手，你在想这个法这个那，你脑子在这翻着，你能行吗？诸位想，能行吗？绝无行的可能。那怎么也把人暴露出去呢？那人家就没劲儿，给你留面子，那不接口不接手，怎么就能把人打得一笨呢？全靠心与心相应。所以我们不要把太极的东西低端化，认为它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干仗撕咬的东西，对不对？现在干仗还不容易，连机枪都不用了，都用核武器导弹了，都用小直升飞机甚至叫无人机了，还用人出面吗？那我们练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这就是禅宗的棒喝，这就是我们成就的机遇啊！诸位，诸位要知足啊！不能说知足，诸位应该要什么？要珍惜这个缘分。现在能给你做这样的老师，做这样活的老师不多啦。真的，愿意做的更少。陪你玩可以啊，诸位，玩点劲儿，玩点气，太容易了。对吧？就那点劲儿，就那点劲儿，那相声的东西玩吧，玩一千年，玩一亿年都得玩。但性上的东西，直指谁能赢？太极拳最多到空吗？那虚空粉碎，怎么粉碎？对不对？虚空粉碎，虚空粉碎，你才能去啊！你不然你去哪？我们在虚空中，我们就没处走。只有把虚空粉碎以后，我们才能去哪？才能去到我们的真如性海当中去，莫要迟滞，那个就是啊，那个就是啊，别思量，思量既不中，既不中用啊！见性之人，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这是真正的见性之人。什么叫见性？告诉你了。诸位不见吗？好，最后再传一次，这就叫见性之人，叫什么？言下须见呀！一开口就知道你见不见性，真的，你不用说，说出来也行，不说也行，就是这么没有道理讲。在没有悟之前，诸位，你要靠明眼人给你当善知识，等到悟以后。你就是善知识，你就是古惑仔，要的是这。没有悟之前莫张狂，那反正本来是佛，我管你呢，不修，不假修得，是不假修得，佛性不假修得，但是我们娑婆众生不修不得，为什么？你已经修到娑婆世界来了，诸位，对不对？你要不在娑婆世界，你要在一真法界，可不假修得吗？不用修呗。本自具足，我们好不容易都修到娑婆世界来了，你能不假修得吗？一定要不修不成的。修完了你会发现，其实是什么？还账，把当年的账还干净，还是不假修得，在佛性上毫无建树，但是在业障上呢，那就是在什么了脱因果定律啊！当年种下的因，你这果必须得还，没戏啊！说我学佛了，佛也保佑我。
咔光一照，我是不是就不用偿还因果了？没戏！我跟诸位说，佛爷都得偿还因果。啊，当年那个释迦族逮了一条大鱼啊，那么大一条鱼，然后每天呢刮一块肉，也不让鱼死，每天呢刮点肉吃，吃完了呢，过两天再养养活，再刮，一直这么刮，一直这么刮，就没死，就是就千刀万剐。你看释迦牟尼佛那时候上那辈子也讨厌，是吧？他跑就能逮着佛脑袋，这不是不是逮到鱼脑袋上，砰砰敲了三下，说：“咦，这个鱼是跪着还是死了还是活着？”啪啪敲三下，把那鱼睁眼看知道了，是吧？后来琉璃王子报仇啊，把释迦族杀光，就因为这个因缘。释迦牟尼佛想救佛呀，他自己的亲人呐、啊，族人救不了，大不见连牛啊，是吧？佛也不救，我救，我生动第一，对不对？好，啪跑到城里面，那琉璃王子要把城破了，这就说一个不留，全给宰了。哎，他就找了500人比较嫡系的，拖到火里，偷摸飞出来了。飞出来什么结果呢？找个地方觉得安全了，给倒出来吧。结果倒的全是血水，血水啊，就血，不是血，是血。你看看，佛也没招，因果呀。他就以为敲人家鱼敲三下，他自己头疼三天。自己那成佛了，不应该头疼。佛是大医王啊，他头疼三天，为什么？他敲人家三天。所以我们学佛不要想这些讨巧的事情，学佛其实要建立一个什么思想呢？吃亏是福，是吧？能吃点亏就吃点亏，当别自己找亏吃啊。有亏吃了就吃了，一笑了之嘛。跟诸位说，占便宜也是吃亏，占便宜吃大亏，尤其动心机去占便宜的，吃亏吃的最大。所以我们吃亏跟占便宜一样吃亏。为什么你跟众生结缘了？你下辈子还得来呀、啊。那你更傻，你再动心机去这去吃去讨这个巧，那还吧，那账什么时候能还清呢？我们修的就是什么还账。我们这个生从哪来呢？就欠账欠的。所以我在这为什么给大家讲，我吃饱撑的给大家讲还账的。我欠着会的，真的，真是的。那不然我讲的干嘛？有吃有喝有玩的是吧？你看网上说这胖子又有钱又有闲，前面没必有，闲倒是有的，是吧？但是为什么还过来给大家讲所谓的讲经说法呢？我们修就是要还夙业，等到夙业还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这个自信，这个佛性，不假修得，本自具足。哎，那时候说这个话就对了。为什么？账还清了，账不还清，说这个话都是对。所以我们再看啊，叫言下须见，若如此者，抡刀上阵，亦得见之。什么意思？我在这跟诸位讲，诸位顿悟了，哈、啊，原来五性具足，五即是佛，五之心动即是佛性啊，一切念念即是自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哈哈，正道了。一会拿刀跟人拼，吓得直哆嗦。别说真的轮刀上阵哦，对吧？你就是个散手，一紧张没了，那叫见性吗？那叫理大，也叫理通，理上是通啊，言下顿悟啊。为什么有人言下顿悟，轮刀上阵都没事？为什么我也言下顿悟了，对不对？我拿着刀我就哆嗦了，为什么？你心眼定，我心定，手还哆嗦呢。事需渐除啊，这个习气不由得你，你真得练。练什么？诸位，我们现在主张的是太极拳。就算诸位悟了，你也得练，你也得把身子化掉，把皮肉化掉，把五行转出，对吧？把身心世界全部放下。那个时候真的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何况轮刀了。现在不轮刀，抬手去有没有？对吧？这一下我就揍你，有没有？我一抬手肌肉一僵，完了，都是吹牛。这一抬手没有手，就是自信。所以你看杨烈讲知觉运动，知觉运动，知觉什么？知觉就是心的妙用。杨烈力高啊！我们现在练练是抬手，这是什么？这不是手，这是什么？这是知觉，这是心。所以呀、啊，叫什么？
叫轮道上阵，易得见之啊。我们什么时候能见之啊？上课的时候偶尔能见之，各种缘分促进的时候能见之，就顺缘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能见之。一旦缘分灭了，完了习气上来，哦，对不对？找不着了，没有。问题在哪？不在理上了，在事上，在真下功夫。哎，我们都不愿意站桩了。哎，站桩傻了吧唧的往那一站干什么呀？反省哦，反观内照，这就是真实的功夫哦。你往那一站就是坐禅啊，要立禅，就是反闻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就是修自己的定功啊。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傻了吧唧站那个桩，我站得多，人家学了法多，好家伙，又是这个手，又是那个手，又是这个接点不接面吧，又是三圈吧，又是六转吧，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吧。我跟诸位说，没有定功啥都不是，只能玩。说师傅怎么又傻站三年呢？对不对？竟让我们下啥功夫啊？你看人家教的多好啊，是吧？一来了净教人方法，我们都不教。为什么？因为你们年轻，有时间修定功啊。定功是根本，这个东西真正有了，你理上再一悟，真的是一悟百悟，当下即悟，啥都死都不怕干。轮刀上阵不就是怕个死吗？对吧？你真正把生死看破了，你还有什么好？怕鬼？你死了你不比他强，你不捏他呀，对不对？我们还是怕鬼的，还是怕黑，哎呀，不可思议，对吧？你们都觉得我什么都不怕，我为什么什么不怕？无底线，对吧？死是底线，死的没有真死，脱成衣服换身壳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在这个世界多待一天跟众生的缘分，有缘分多待一天，没缘分少待一天。我现在天天练的，我水平还不够，没这个能力。其实跟诸位说，我现在天天练的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能够生死自在，想走就走。今天不如意了， goodbye， 再见，走了，这个是我追求的。现在我还达不到，我只能在这，是吧？只能在这还账，账没还清啊。等到账还清了，哎，生死自在了，多待几年我就多待几年，少待几年就少待几年，哎，非得活到180啊，对不对？缘分尽了60也能走，缘分不尽120也得干，不就这点事儿吗？所以我们现在想的这个，哎，不要在意这些东西，真正的往内心处找，往自在处寻啊。原来外面的东西都在无心，早已具足，还求啥？越往外攀越攀不了。你把心中圆满了，其实你，哎，对不对？该要的要，该不该要的不要啊。大概时间是不是快到了？行啊。然后呢，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我们上一讲的小功法啊。上一讲呢，给大家讲了一个观相的方法，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啊。那观香的这个香炉啊，然后呢，那个香筒，这个香啊一定要弄好香。我们这方面还是比较奢侈的，虽然我们不抽烟。但是呢，我的学生们呢，继承了我的抠门的特征。我是很抠门的，哎，所以呢，他把香给我拿来了，盖给我锁死了，表面上给你用，你用还用不了，对吧？人情到了，给你用了吗？你真想用不好用，非得人家帮我打开，哎，我这才能用上一根，是吧？所以说是名义上，但是呢，这个香确实好啊。这个香呢，是纯的红土香，一点杂质没有。那么我们这个香点着了。上一讲啊，跟大家再复习一下，用这个香头啊去瞄自己的眉心，用香头去瞄自己的眉心，然后呢
感受啊这个香头的热量，穿过自己的上丹田，也就是我们的泥丸宫，从背后的囟门，背后的那个脑后啊，脑后正对着泥丸宫的，那叫什么？是叫囟门吗？我也不知道啊，就脑后那一块有个骨头缝，从那透出来，就这么保持一会儿啊，保持一会儿，这是相当有作用的。至于什么作用，我告诉大家，作为练，绝对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具体的说，告诉大家这个结果了，你有意去追，反而追不到。比如说这练那个会怎么样，反而追不到，你就去练，哎，它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么呢，第二步把香往这一放，我们上次讲了，这地方有坑啊，去关照它，往香里头走啊，这个香啊，大家看一眼啊，看到了吧？它这个点点啊，它不是往外射的，它是往里收的。我们的神要随着这个点点啊往里收。这时候往里一收啊，诸位还记得第一步是关什么？关蜡烛。蜡烛是往外照的，它毛孔呢就往外吐，它最后结果毛孔是往外吐的。关香呢是往里照的。往里照的呢，它的毛孔就是往里收的，因为有那个基础啊，它毛孔一直在吐着，这个时候我在观香呢，它又开始往里聚，它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呢？吐和纳同时在做，大家感受啊，吐纳同时在做，到吐和纳正好一半的时候，就是吐的和收的，它俩正好平衡，速度相等，方向相反，大小相当，你会发现自己冲一下定在那，好像什么呢？好像自己呀，是一个蜜蜂呢，或者是一个虫。松树上掉下来了一滴松枝，啪叽给你包裹了，哎，就是那琥珀的形成，就那种感觉，一下浑身不是从，比如说我从头开始到尾巴骨，我从左手到右手，我从哪儿错，一下一念一刹那，啪嗒，待在那儿了，全身一下一刹那全部同时啪一定，你看。你会发现呼吸都停，毛孔出入平衡，而周围把我包裹的这个湛然常住、清明又无相，但是又坚固，哎呀，这么一个像琉璃水晶一样的，这或者像腻了，哎呀，这么一个东西是什么呢？跟诸位说，清净性。哎，我们闻香，这是第一步啊，这是第一步得我们所谓的叫上道了啊，入门了啊，我们民间说法得法了。怎么叫得法了呢？能得定，由规矩而入定，由戒而生定，这是最重要的。定为体也，所以定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步。那么我们怎么得定呢？就是通过两个，一个是什么？蜡烛头，一个是香。通过他们，一个是往外照，一个是往里收的两个特性，来启发我们自己本心的能照和能观的能力。而这两个能力平衡的时候，它的体现就在哪？就在毛孔出入的平衡。
毛孔出入平衡以后，刹那之间，这个能观能照的体相显现，是什么相呢？湛然常住，清净圆明，无形无相，坚固不坏。你试试吧，你搞不动的，意念动不了，眼神动不了，气动不了，静动不了，你就像那一个蚂蚁被一大地松枝巴掌包围了一样，真的很像，一下嘎动不了了。先练定，等到下一步我们再教怎么在动如不动，动如不动，出关不就破了吗？所以说这是闻香的第二步啊，闻香的第二步，大家也可以跟着练一练。自己也可以练一练。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带着大家练，然后有问题呢，大家可以提，我们解答一下。啊，没有问题呢，今天呢就到此为止。下一讲呢，我们继续讲，我们来讲真正的香啊，还有三德密藏。三德密藏者，法身般若系统。我们真的观香观到一定份上，通过香的启发，就能够自觉法身，流入般若，证得解脱。就到第二步明心见性，你说难吗？不难。为什么我们好多人觉得难呢？因为他不得正脉之传承，你靠道听途说旁支的东西，你怎么可能那么快呢？像太极似的，对吧？有些人几十年可能是吧，也很难长期滋味，好多好多。但是你真正修三年五载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对修行不要有担忧，说啊，好多老和尚是吧，好多老什么先生老居士修一辈子都没有修到，难道我要为这件事情，未必能成的一件事情付出我的一生吗？不用。真正的按照方法，按照规矩，三年五载必成。好，今天呢时间差不多，有问题的大家可以问啊。好，感谢孙老师啊，给我们带来今天精彩的分享啊。现在线上有一位朋友叫 Owner Pro， 这个他问孙老师，请问刚才您说用什么香比较好，没有听清楚。另外呢，是说必须练好这个观鼻头白才能练观香吗？这是他问了两第一个问题这个啊，香的产品啊，一个香呢，起码是纯天然的香，不管什么香，看你个人喜好，纯天然的草香也行，啊，艾草香也可以嘛，好一点的崖柏的。什么檀香、老山檀的，我用的是沉香啊，越南的红土沉香。因为这个香呢，确确实实它有转化啊，它本身是个树啊，它本来叫白木，叫白木，这个白木香这个树，这个树呢一定要天然的啊，不要搞人工加工的啊。它呢长几百年，然后哎倒了，啪嗒一下倒了，倒了呢埋在了水里和泥里。埋在了这个池塘，这个越南那边那个沼泽多啊，就埋在那个泥和水里，大概埋个几百年，它会结油结香，这个香非常好。为什么呢？它本身树啊，对吧？它往天上走，它是光合作用吸收天气比较足，这个是要埋在泥里，它又吸收地气，是天地二气结合出来的这个东西，哎，它凝聚了天地二气。为什么要天然的？人工的一弄，那就没有天地二气了。那叫摒气，人工的现在都是什么？在那沉香上那个树上打眼儿，弄那个扎扎打眼，然后它受伤了，它烂了，烂了之后它就得出那个汁儿，出那个汁儿，它好像就是我们出血似的，慢慢结痂保护自己，就是我们好像结油似的，那十年就出来了。那个香没法闻，因为它的气息啊，它是痛苦的，对吧？你给人捅全是眼啊，那个香做药用，我觉得都不行。他们说这个香味道不太好，但是可以做药用，我觉得也不行，因为它气息是一种病态的气息。啊，那个沉香是什么呀？那个沉香是凝结天地二气，哎，然后百年聚合结出来的精，我就感觉相当于那个把天地之气结成了个丹了。所以说它有它的好处啊，我个人喜欢。有人愿意，你愿意点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天然的，这第一。第二，观鼻头白，它就这一个方法，就能够让我们彻底成就。我们这套教的是大家的一套什么的，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一套。这一套呢，你可以连着，比如说我先观鼻头白，观一会儿，我再闻香闻一会儿，我再后面还有别的，我会一讲解跟大家讲，最后整套做完了，相当于早课吧，做完了，哎，你身心清爽，每天都这么做
啊，处处皆有得法之机。所以说，你可能在这得，可能在那得，可能在这得，没关系。我们只要学到第一步，就可以练着练。当然了，我就没有别的环境，比如说我特别喜欢闻香，那我专门闻香行不行？或者我专门闻秋皮豆白行不行？可以，没有问题。尤其比如说我身体偏寒，手脚发凉，冬天的那个被窝永远捂不热，是吧？这个没事，肚子还疼的啊！你多灌灌碧豆白，多把那个什么呢？绿天然的三昧真，天真的三昧真火起来，那你这从来不怕冷啊，从来不怕冷。所以那里头东西起来了，那个真火起来了，啊，它不是上火啊，上火可就香了，但是里头的东西起来了啊，也行。但是呢，我们把这东西教给大家，这就相当于一种传承。比如说以后你当老师了，你看这小孩不错，就教他个观香，他修个3年5载，他成了；或者就教他一个观碧豆白，他修个3年5载，他成了。但是你手上，对不对？你开药铺的啊，哎，他有病，他抓一位。抓一位什么三七，你给人家了，对不对？下一位要21，你有吗？没有21，对不对？是吧？所以说，那你怎么开药铺呢？啊，就是我们要多会一些法，为我们以后传承做准备，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的准备呢，就把它变成了一套一套的这个互相有个连接，又能有个承上启下，既能横练又能竖练的这么一套一套的修法啊，这也是。它系统性的体现嘛，好，谢谢孙老师，给的这个详细的解释哈。这边还有一个朋友有个问题，就是关于您刚才讲到，就是太极拳和我们佛法上面，太极拳的课程当中呢，您在直播里边，最近在讲这个知觉运动，说太极就是一个知觉运动。今天呢也提到，就是说，实际上就是直接用心，您刚才提到呢，就是这个用心，所以他想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知觉运动和直接用心之间具体有没有什么异同的地方？这个他没听太懂。啊，怎么说呢？心啊是体，知觉是体的两个作用啊。比如说舌头，对吧？舌头可以尝滋味，也可以说话。舌头说话是一种作用，舌头吃饭尝这个滋味又是一种作用。你说他们仨什么关系？心是体，知觉是体的作用。心是体，圆满法界没有可用的东西，密心了不可得。那我们怎么用心呢？怎么用心呢？没有心，我们怎么用心？我找不到心，去找那不是吗？你能去找，找不到，能找那就是心，能打的那就是心，能治的那就是心，能觉的就是心，不就完了吗？明白吗？你还找一个心中之知、心中之觉、心中之达、心中之这个那入二法，知觉运动，知觉运动，最后要什么？知不知不觉，即知即觉，知觉合一，啥意思呢？说的，哎呀，这个词儿用的天花乱坠。说白了，就是一念，什么知？啪，这就我起个名叫知，不叫知行吗？完全可以，对不对？我叫管叫苹果，这么管叫梨，这么是吧？管叫兔子，行不行？行啊，名字而已。但你心怎么动呢？心怎么动了一下，对不对？我能找我找不着，我能听我听不见，我能看我看不到，我能思我想不出，这不都是心的妙用啊？用了吗？没用啊。能用吗？能啊。用啥了？啥也没用，你说说，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能处在这个境界？我们无非是画蛇添足，我们能用啊，争取用啊，假借其他方便了。我们能说，我争取说了；我们能打，我争取打了；真动手了，都真上肌肉了，这何必呢？所以练的就是这么一念之初，不假其他的方便。所谓知觉也好，所谓招法也好，所谓后面的动静神明，不管怎么说。都是心的能用而不用，诸位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如果一旦去用，就错了。什么叫执心？执心就是用而不用，用而无所去用，全部都是我的能用，这就叫执心。一拎全起来了，没有挂碍，
心无挂碍，无有恐怖，无有颠倒梦想。啊，好嘞，好，好，谢谢孙老师。把我们这个太极拳和我们这个佛法的这个理论和实践这么融通的给我们做了这么精彩的详尽的一种解释，谢谢。线上的朋友们，看看还有什么新的问题再向孙老师请教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了。好，现在没有看到有新的问题。好，感谢孙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讲解，谢谢，也再次感谢。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